小美贺军翔当爸后，果然散发浓浓的熟男魅力，真是帅呆了。九日出席活动也吸引到许多粉丝前来支持。为了女儿的奶粉钱，小美爸爸可是非常努力在工作呢。昨天父亲节，其实我也是在工作中度过。那回到家，其实家人都睡了，那可能就是赶快把身体洗一洗，然后亲一下女儿这样，对，就很开心了。现在有女万事主的小美，只要讲到女儿，脸上就是无比的幸福啊。前一阵子去纽约参加时装周，大概两个星期吧，就觉得哇，真的每天都很想她。现在会就是表演特技嘛，就是会舔自己的脚，吃自己的脚，那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然后现在她已经就是可以坐了。就觉得哇，好神奇哦，特别。孩子成长的速度是很快的，小美什么时候给他添个手足，不然妹妹好孤单哦。没有特别想哎，但我当然自己也蛮希望自己有一个儿子的。打算生几个？如果这其实不是我生啦，是看另外一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可以打个篮球队也是不错。